主料白巧克砖 151.1 克，辅料水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锅里放水烧热，水温不能超过45度。巧克力切碎放入热水中，隔水融化成浆，倒入模具中放入冰箱冷冻，脱模。烹饪技巧，巧克力隔水融化的温度不要超过50度，巧克力最佳融化温度在45度左右。个人建议不要买德芙巧克力好时巧克力，因为可能会出现不好融化或融化了成一坨一坨的现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